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在茫茫的人海里，充满了太多的神秘与未知。我庆幸能拥有那样一段经历，让我知道真情的可贵。可是，十三，你还好吗？我好想你。臣弟想要皇兄准允臣弟辞去政务，远离朝堂，去周游四海。如果有朝一日我不得不离开你，你会去找我吗？即便是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找出来的。小薇，就让我们的旅程从这里开始吧，我会在下一个地方等你，我们之间的游戏还没有结束。整八年，五月初四。